主料白玄丝1000克，啤酒一罐，辅料辣酱2勺，盐、味精、冰糖、料酒、葱花、香菜末、生抽、麻椒、干红辣椒。材料准备好，锅中放油，放入麻椒和辣酱，放入炒香，放入辣酱炒香，倒入啤酒一罐，放入调味，放入白玄子，扣盖把汤咕嘟干，放入葱花香菜炒开即可出锅。好了，味道一点不逊色，烹饪技巧，辣酱多少依自己口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